然后大家好，那现在是这个直海湾，这些是鱼人哈，长得很奇怪的鱼人，应该是直海湾没错吧？我确认一下，对，直海湾，好。哦，风在吹呢，那我也来吹一下。You are drawing closer to me. 那这段录完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先不录了，因为会先打那个战神。现在等更新哦，所以在更新完之前先录一段这样子。好了，我知道这系列其实没什么人在看，没关系，没关系，还是要照顾一下嘛，有在看的人。哦，这海边风下，哎，来来来来来。哦，所以这就是海哦，哎，这样就被海卷死了，哈哈哈。好，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样风海就过去啦。哇，其实玩这片游戏想象力要够呢，要不然你会不知道他在干嘛。毕竟它全部都是纸雕。可以走，哈哈，这个好，这个好，最喜欢走这种小路了。常会有东西藏在这边，应该有吧？骗我吗？哇，花那么多心力走过来，结果什么都没有，真可恶！哎，我看到一个礼物了，想办法过去。哎，摔死了。哎，这个礼物想办法。哎，为什么？那要怎么？可能要从另外一边吧。好。哎，这边也不行。哇。光照到他好像哇，很开心呢。哎，好吧，再试一次，想办法跳到那边去。喂，奇怪了，那我走下去看看好了。哎呀，来来来来来，哦，真的是这边有胶水路啊。好，那这跳下去死掉也没差啦。这样比较快，好，前进了。哦，纸箱怪又出现了。这么多只纸箱。哇哦！哦，摩西嘞，哈哈！我走着看看有没有东西啊！哎，吹不掉。好，不管了。要勇敢面对挑战。
好像有乌鸦。奇怪，不知道哪边有乌鸦哎。这个好像不算呢。有没有多止血？哎，到底算不算？看能不能采光吧。好吧，看起来是会无限生长，那我就先弄了。哦，鱼耶！吹啊，吹吹泡泥，吹！好了，上来了！啊，这些纸箱怪全部淹没在海里啦！不然那个海也是纸啊！哎呀，先不要急着过去。看有没有东西没有拿，要触控板有点脏哦，先让我吹一下，摸触控板它就会吹，那我想办法把它清理。好，那继续了。就是你把我丢下来的。Here is your ticket to Sockport. Seize it and soar through the storm. If the sea can't hold you back, then neither should the sky. 哦，一堆纸箱怪哦。哇！啊，失败了，他刚。想办法让他跌到五个，来来来来，不要让你跌到五个，跌到五个，上去上去上去。啊，跌到五个有一个奖杯哈，我要想办法让他上去上去。哎、欸欸，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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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個、比较麻烦的，先把他弄死。五个五个，耶、yeah, ，成功啊！哎、欸，怎么没有？刚不算五个吗？好吧，那就解决掉他们了。弹簧虫又出现啦！短，纸飞机。哦，哦哦哦！哈哈哈哈！摔死了！哦，这很难弄哎。哦。哇，这有点难欸，真的，不过还蛮好玩的。哦，好，想办法吃这些东西，睡啦，哈哈，开玩笑 ，GTA 5开飞机可是了不起的呢。好啦，你们可能没看过 GTA 5，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录啊。哎、欸，还没，还没，还没。这边我记得有东西。哦，这就一开始的地方啊。好，再一次啊，准备飞啦，咱们飞。吼吼，开玩笑，
它这个速度有点难控制哦。从天而降啦！来来来来来，想办法对付这些妖怪。啊！我好像掉进河里面了。走走走，全部给我下去！呼！还有还有，没有，只有叫声而已。然后东西收一收哈，收完之后就准备再前进了。OK， Go， 呜。那它这跟大部分的那个都一样，就是它会上下倒置。那目前降落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飞行已经掌握好了，但是降落还是有一些困难。好像是一开始的地方。那先上海盗船吧。嗯，什么都没有，一艘废船啊。啊，回来了。哎，哇，又要带他走是不是？好，等一下再来带他，因为我觉得海上应该还有东西可以玩了哟。哦，哦，哦，关。我想的我的小狗。好，先放着。我砸伤这些。给我下去，下去！好啊！有一艘船莫名其妙就沉了。继续前进啦！哦，白色的东西，拍个照。哦，哇！哎。这松鼠太贱了吧！明明就不关他的事哦。好吧，之后再说吧。嗯，好了，没事没事，这是我跟松鼠的恩怨，就不是我不帮他哦，真的是哦。好，一样弄了，废照片就删掉了。哦，这已经是最高了，不能再高了。
好了，下来了。Well found. The harbor is yours to explore. I am inside, tucked away from the drinks and the dance. 喂，哎，跳不上，哎，这边有哪里？啊，真的是。哦，看到了，啊，这就是那一只的，哎，好，来了，嘿，好，完成。红色讲台，要我在斜坡拍照是不是？好，来，帮你拍个垃圾啊，纪念你。拍完马上删掉，哈哈。哎，不行哦，好吧。小酒吧，那感觉酒吧目前不需要。感觉酒吧是主线啦，先等等再去。哇，这应该就是松鼠了，那没办法咯。应该没下一关吧？对，哦，很怕再被他阴一次呢。哦，坐飞机耶！拜托，我的飞机当然也是。哦，这个不得了了。一定要大只的，等一下啊！哎呀，好，哎，这个好像有点帅，哎，我把它想办法移到后面，我哎。贴一只。贴一只鱼在后面，好，空中飞鱼啊！哒哒啦！哦，这里有个礼物。什么？他的别人指的是谁啊？
欸，黑白的吗？哇，到处都是我跟那只狗的合照欸。哦，这就那个嘛，松鼠。为什么我跟狗的合照会放一堆在这里面呢？这里面不知道什么东西耶，不知道怎么进去，一堆纸屑在里面。嘿，这个帅，要个。哎，不能带着走。羽毛。哦，觉得我们会画翅膀之类的，像之前那个也画得很不错。好，就这样啦。之前蝴蝶的翅膀也画得不错，这个也画得不错。帽子，嗯，那大家应该知道我要画什么。好，像吗？鲁夫的帽子。哎啊！哦，好，这样对，这样对。帽子跟羽毛，等下应该还会再出现了。我觉得，嗯，嗯，哎，封住了，哦，这一看就知道要上色的啊，哇，好，那就可以删掉了。应该又要我画画吧？哈，画到上面帮他拍黄脚。真是一堆鸟任务哎、欸。
收集到快十个啦，这达成率蛮高的。耶，不用自己爬。哦，小酒馆在那个后面。哇，真麻烦。好，那他刚刚说要拍那个吧。对，广角镜头 ，OK。这样应该没错吧？多拍几张。刚刚不小心一个鼓溜就，我还好有拍到，那就 OK 了。好，走了，去找小酒馆了。Go！ 这边没来过吗？为什么有一堆纸屑没有捡到？真的耶，真的没来过。海上魔咒岛探险啊，算了，不是很想去找他。哎，这边好多东西。紫海湾另外一端的墙上，哦，很远，那就先不急了。之后再自己拍吧，啊，之后自己玩。
哎呦，我也画得不错嘛。好，再来要进小酒馆了吧？纹身。想办法上去找他就对了。好，来。先想办法捡外面的东西啊，有捡到。啊？什么东西？好吧，那就来个彩色布片吧。OK 啦，那就这样啦。好，开始纹身喽。爱心，那是轻松画啦。哼，轻松。哎，小一点就好了。哟，就这样啦。OK 了 ，OK。Yeah， 直接进去啦。My heart will be go on。啊，没有 be 了。My heart will go on。拍一张照片啊。弄回原本的。这样好，我想办法摆镜头，摆姿势。这样，哦，有感觉，不错不错。前进路。哎，这张还没结束吗？好，那就继续吧。这什么烂歌啊？
这歌挺烂的。附赠不代表免费。哦。看起来有话说了，只有这只，那来说话了。这不是刚刚唱歌的那个？稍等一下Fortune, Iota. There is a great tale to be found in you. You've performed your role and made it this far, but not everyone fared so well. You are wondering where we are. Sogport, a mysterious island cut from the world. Who knows what's been washed up on its shores? The island trembles.From its roofs to its rocks, with great rumblings in its belly. You must head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island and reveal their source. I could tell you more, but where would the fun be in that? Iota, uncover the mystery of Sogport, face its hidden dangers, and I promise to put you back.黑掉。哇，这关好长哦。哦，好，那看起来这关结束啦。那就谢谢大家咯。看一下，应该是到下一关了。哎，对，这已经到下一关了，温迪格裂谷。好，那就谢谢大家，紫鱼湾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呜呜呜，拜。